那么我们跟各位谈的这个部分，叫菩萨问明品，进行品到贤说品要谈的，它是方法论的总说，方法论的总说。而这个方法论为什么叫总说啊？因为在这个第十品以前啊，是讲本体论；十三品以后啊，是讲方法论，是讲方法论。而这两品呢、啊，菩萨问明品跟进行品，因为贤说品其实是进行品的后半段啊。对于我们讲的时候再讲，这个刚好是个转折，从那无形无相的本体啊，要转过来变成方法论里具体可行的这个部分，它这个转换的过程。那我们要先跟各位介绍它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。这两个词汇啊，算是我发明的好了，别人可能用过了，但经文里头啊，有它一定的语言模式跟一定的思维模式。那我们要先把这个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跟你讲一下，因为整部华严经啊，全世界上啊，思想这么完整的哈，而且范围那么辽阔的，只有华严经。人类假如真的要讲说一部圣经是哪一部啊，就是华严经。没有一部著作，任何一本书啊，它的思想比这个更广阔，非常广阔。它从本体论到方法论，从宇宙的起源到生命的起源，全部包括在这里面。它讲得很清楚啊，讲得很清楚。甚至于你现在是个凡夫，怎么样转变成一个圣人，整个过程都有。你可以归真返璞，回到本体里面去。现在你在森罗万象的这种环境中，如何回到最高的那种无极太极形而上的那个地方去？环境在这边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一会啊，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啊，我先把这个起源的部分啊跟各位谈。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啊，这每一品经每一品经所讲的部分，我们几乎要谈这个部分呢、啊，这每一品经都要讲一遍。我只能够说每一品经就它的重点，经文的重点跟思想的重点呢、啊，跟各位讲一下。这个讲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它这两品经在这个地方它的位置所在的那个重点在哪里。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啊，那我们很难去讲说这个重要在哪里。因为这个思想是前后一贯的，前后一贯的。虽然前面我们大约都跟各位讲过了，所以现在新同学来，你就发现了，这又要重来一次了，又要重来一次。那么每一次都重来呀、我们每一次不能一再重复，像录音机一样再放一遍，又同一部讲义哈，又拿出来，不能这样，因为这样就没意思了，就没意思了。而事实上，它内容本来就很广，每一次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立场，重新解读这39品经文它的结构，我们会略讲，大概用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的时间把它讲一遍，然后呢？就我们的部分啊，我们要讲的部分，我们会很认真的跟各位来做说明这个地方的重点在哪里。当然每一品经都有它的重要性，那是各有不同。本体论啊，华严经的本体论是它的前言，它现在讲的是第二会，就华严经第二个部分叫第二会，第一部分叫第一会。第一会他提出来讲的是本体论的部分，本体论的结构，大家知道讲本体论讲到最后都讲数学啊，数学就用演算的方式，公式的方式，因为西方思想啊，在讲本体论啊，讲到形而上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讲了，它是一种数学概念在演算啊。现在的物理学，包括天文学，最近找到
最年轻的黑洞三十年而已，对不对？三十年就各位可能年纪都已经超过了，你出生的时候黑洞还没产生啊，现在他才三十岁而已，最小的黑洞，它怎么产生的？谈到这本体的时候，完全都是数学在计算，所以数学、物理学其实是同源的，跟哲学是同源的，所以他们的哲学讲到最后叫做符号逻辑嘛，都是在用数学符号在演算而已。我告诉各位，这是人类最无聊的勾当。人类啊，西方思想最高级的思想，也是人类最无聊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藐视他们，我不是不懂，因为他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过，因为他的思想是认为世界的起源是物理，物理，既然是物理，你就找不到生命。然后他会认为说，生命的诞生啊，是一种偶然巧合之下诞生的。这是最近英国的天才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他所发表的言论嘛。只要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到那个 Discovery 上面去找他的东西。Discovery 在他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他结论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呢，没有办法解释生命。我跟各位讲，我们生命啊，有生命的才叫真理啊，没有生命的叫物理。这句话只有中文才能讲，英文没办法讲，因为啊，理跟理是押韵的，物理是没生命的，真理是有生命的。只要讲到真理，一定要讲到生命。你只要讲物理，绝对碰不到生命。楞严经上面解释啊，犹如啊将沙煮饭，拿沙来煮啊，以为可以煮成饭的，众经成绝啊，无有是处了、啊。只名热沙，不能不名成串，只能够叫做热沙了，不能说它变成饭的。物理跟真理没有关系嘛，物理怎么会是真理呢？那西方人在追求的时候就产生这种现象，他要从物理上去产生生命的时候，那只有说偶然，只能讲是偶然，这是必然的结论。这不要讲，三十年前我就讲了。那么有真理存在的，跟我们生命才有关。所以真理一定跟你的生命有关，没有生命的东西绝对不是真理，那叫物理。所以从生命来看物理的时候，那物理也有生命，你要留意到这一点啊。从物理来看生命的时候，生命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它是物理，它不是生命。从真理，就是从真理生命的这个立场来看物理，物理也有生命。所以你会看到说，宗教在看的有很多是很迷信的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。宗教人是看石头，石头有生命，所以老百姓会去拜石头。你会说神经病，一颗石头有什么好拜的？你看即使澳洲那块大石头有吗？澳洲不是有一块世界最大的石头吗？澳洲中部啊，多少人在那边拜，多少原住民在那边拜，也多少欧洲人到那边去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灵性，不是石头有灵性，是你的脑袋里有灵性，有生命，有真理，所以你对它产生敬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真理涵盖生命，也涵盖物理，物理啊不涵盖生命。所以物理看生命怎么样，一定把生命解构变成物理来看。因此你就看不出来，一个尸体跟一个活人，这个人一个钟头是活着，一个钟头前是活着，一个钟头后是死的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？你物理没有办法弄到最后，只好说去称一下，活着时候多少啊？一个钟头他死了啊，结果体重减轻多少？那就那个减重的部分就表示生命的存在。那生命在哪里？生命是这样子吗？他没有办法解释。
这是从物理来看生命的时候，生命就不值钱了。所以有人说美女值多少，美女啊、哦、假设一公斤人肉值多少钱，那个美女才值多少，你看吧、啊、你说欣赏美女是欣赏，你用物理来看它值多少啊，它比一只猪还不值钱呢、啊。可是美女为什么值钱呢、啊、因为它有灵性在嘛，它展现它的美嘛，那个美在值钱，不是它的肉有多重值钱啊。所以你从物理来看大家一样嘛，那就重的人值钱啊，差别在这个地方。所以真理是什么，宗教在探讨的是真理，不是物理。所以从物理来看宗教啊，宗教是不值钱的。从宗教来看物理，宗教反而能够接受包容物理，对吗？这是差距就在这个地方。首先我是把这个本体论啊跟方法论给各位分开，那这里面当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。为什么我会先分本体论跟方法论呢、啊、在第一部分就第一会的这个部分呢、啊、华严经主要啊是把终极目标列出来，告诉你真理是什么。第一会主要讲的是华严所讲的真理啊是个什么状况的真理，他先把它铺陈开来，那么用了九品经来说明。这个地方一共有十二卷经文，十二卷多的经文在讲这个部分。那么把本体论讲完以后啊，它有一个状况，本体论是形而上，那么现象论就叫形而下的学问。那么形而上形而下，在中国有没有这种形容法呢？也有，中国叫做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对不对？这是老子讲的道家的思想原则。但道家在这边也掌握不住，因为他没有本体论的观念、哦、那么易经啊，他就讲无极而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演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重之六十四，六十四卦每一卦有六爻，三百八十四爻。那么到周朝初年的时候啊，三百八十四爻是指在中原地区，在中国大地的思想上有三百八十四个思想流派。你假如研究哲学啊，你去统计一下西方文明从希腊算到现在，包括康德包括马克思这些加进去，有没有三百八十四个学派？这些学派甚至于有些都重叠的，这些大学教授根本就成不了派，这些学者啊不能叫做思想流派，它是流派里头的东西。我们在分的是这样子，行者，行者创造第一手资料，思想家研究第一手资料，知道吗？哲学家是研究思想家的资料，学者是研究哲学家的资料，你知道吗？行者啊，他是从心性中真理的体验当中讲出来的话，所以是创造第一手资料的。思想家是在研究这些资料，思想家没有办法创造第一手资料，然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研究以后变成一个系统。行者通常他的思想是没有系统，他是第一手资料，他实践以后体验的东西都是禅宗所讲的语录，一句一句一段一段这样而已，他很难形成一个思想系统。把这个思想系统系统化条理化的，那是思想家，他在研究第一手资料。那哲学家呢，是去感受这个部分，他知道了啊，讲不出来，所以叫哲学家嘛。现在哲学家已经不是了，他变成三流了，
那学者学校里面的学者在做研究的，在研究哲学家的东西啊。所以这里头你就看到太极是行者，太极生两仪是思想家，两仪生四象哲学家，哲学家变八卦，就是学者教授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学者教授都在讲八卦，但是八卦算高明的，不是报纸上的八卦，那是叫八卦新闻啊。那么一般的流派啊，一般的流派啊，事实上所有的学者教授在研究的都是属于这384爻里头的门派里头的东西。要真正讲八卦的还是大教授，你知道吗？在每个二三十年就有一个学派出来新的主张，你在学校里头就很清楚了现在所有教授都在讲什么，就现在正流行的，现在的话正夯的，对不对啊？过气的那已经人家不要了新的流派又起来了那现在叫什么趋势大师，有没有？在分析未来啊，现在日本不是有一个大前研一吗中国将来会什么趋势嘛，中国趋势会怎么样，他讲的眼前的东西都对，那个趋势往那边走到底是好或不好他就不知道了。中国一定会往那边走，日本一定会衰落，必然的。你1亿5000万，中国要到15亿，那你当然你不能够拿你的国民所得的来跟中国比啊。那看到了中国的国民所得第一次超越日本，日本人很不高兴啊中国人怎么可以超越？大前研一就比较不一样，他就说是怎么不能超越？他有15亿人。那我们只有1亿5000万，那我们怎么跟他比啊？所以中国的国民所得正常值，以日本标准来讲，应该是日本的10倍嘛。只要他的 GNP 超过日本 GNP 的10倍以上，那你在紧张嘛？那就表示你日本总值上是输给中国嘛？那你现在的总值输给中国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中国平均值还是比你低嘛。只有你的1/10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人口是我的10倍，你的所得才比我大一点点而已，不是只有我的1/10而已吗？所以你根本赢中国还赢很多，你不用怕嘛。这就是他有那种远见，所以他判断那个趋势啊是比较正确的，比较正确也就是你走的路他看得到，可是那条路走的对不对他看不到。那就50年后会产生什么现象他看不到，100年后会产生什么他看不到但是这个是未来10年怎么样他看得到50年后会变成什么，100年后会变成什么，他又看不到。我们修行者啊，不但看未来200年500年啊，我们也看未来5000年，这个叫做历史观。它不是眼前的趋势问题而已，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你都要能看得到。